快到了，就快到了，就是今天蒙古家族的末日。老头又发什么疯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书上记载了一个传说，我们糯米族会遭遇一次灭顶之灾，我们只有找到诺亚方舟。传说还诺亚方舟？别发呆了，快躲起来！在这里就安全了。为什么？大家！快醒醒！看，那就是诺亚方舟。哎，这方舟里面是不是越来越热呀？都怪你个乌鸦嘴！你是傻子吗？嗯，我说你是傻子吗？只有傻子才会觉得世界末日是因为一句话造成的，只有傻子才会把两件毫无因果关系的事联系到一起。你在吗，小孩子？大傻子，大屁狗，一根筋，没尾巴，太饱和。这是快手给我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我已经看到了，我们糯米富含支链淀粉，遇热会糊化。啥？只要团结在一起，手拉着手，我们就会越来越黏，然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整体。我们做到了。今天的粽子咋这么黏呢？